你们都吃好了饭呀？吃好了。好了。今天吃的啥子好菜？猪脚饭。这个牛肉我吃的吗？对，特意为你准备的。真的？很好吃。还有假的吗？这个骨头我要找拉宝来分享一下。是你一口拉宝一口吗？那必须的，跟拉宝是我们的一成员一位，是吧？最帅气的就是拉宝，我咬一口，那拉宝咬一口。老香了，我就抓到拉宝来。自你离开以后，从此就丢了温柔。拉宝拿进来。可能给拉宝看啊。拉宝拿进来。小黑不要，拉宝嘞。拉宝，拉宝，你家的兄弟呢？我比呀，比跟你打饺子。我跟他分享。你找他？你跟我找出来。我找不到。这不是哪儿去了？要不我，要不要理一口？我一口。你跟你兄弟一理一口。嗯。全是肉哎。我只想吃肉，我也想减肥。嗯。你给拉宝看看，我找找。这都给拉宝吃了。对。哦，拉宝这里，拉宝。过来过来过来，拉宝过来。拉宝，这里。哇塞，你看拉宝，都吃的不要不要的。那我就留着啦。拉宝，喂。哎呀，你好，这个就不吃是吧？嗯，来，要不要？你一口我一口。哦，来吧。你这个我这个哈，好吃不好吃？你都不吃了是不是？你吃饱了呀？看他肚子吃的这么多。比我的肚子还大，是不是？那我给你留着好不好？留着下午吃。小黑想吃，小黑不给你吃，你会咬人，还会咬鸡。我才不给你吃，我才不给你吃。谁叫你每天天天咬鸡呀？哦，我拉我最乖了，对不对？我留着下午给你吃哈。真想睡觉。我先把肉吃掉。我也不吃了，我也留着下午跟你吃哈。该上，下午再吃。老板。